在我生日，所以呢，准哥要带我去旅行。今回はティファニーの誕生日旅行。ルール。ルールは一つだけ。ルールワン、ジャストワン。OK、Thank you。バイバイ。一番大事なルールはティファニーが言うの言うことを全部聞く。が唯一のルール。今回の旅行は。うん、はい。今日のスケジュールはどんな感じ？スタ映え写真を撮りに行って、うん、ペンギン見に行って、宿でご飯、うん、こう温泉、はい、OK、楽しみに。而且这次旅行好像都是准哥全程计划，因为平常出去玩都是我会排计划，但是这次都完全是准哥在排，所以其实我蛮紧张的。嗯，然后我们就看看他表现如何吧。大家也欢迎留下你们真实的意见。みんなにジャッジしてもらう。私一切参加してないから。今回のプランに自信あるの？うん、お腹いっぱいにさせとけば問題ない。よく私のことしてるね。確かに。現実ですね。ドライブといえば朝マックでしょ。我每次在日本的麦当劳都会点这个，它好像就是用松饼做的这个汉堡皮，然后甜甜的，里面还有一点枫糖块，然后里面再加就是蛋啊、起司培根，这个还蛮好吃的。台湾没有，大家来日本的话可以试试看哦。マックグリドル。マックグリドル。我们要过彩虹大桥喽。好像是一个竹林。はい。日和通り坂って言って、なんか江戸時代からと全然変わってない風景が見れる。じゃあここは竹林がインスタ映えスポット。そうです。这好像就是以前的武士走过的路。日和通り坂。すごい。涼しい。哇，很漂亮哎。是大家不用去岚山，在东京附近就有这种美景哎。好冷哦，我们现在在这个竹林里面，超冷。冰冰。好冷。好冰冰。前髪なし。よし。现在准哥带我来吃一个好像野菜很有名的地方，然后这边有个哦，这是我搞的野菜的蒸笼。来，この店を紹介してください。薬膳カレーと鶏もも肉のコンフィのセットです。クラムチャウダーとドリンクもついてなんと1500円。ティファニーは野菜食べてます。这是我点的熟女套餐，好像是用这个千叶产的猪。哇，这家店的甜点很漂亮耶！哇，而且还是我喜欢的抹茶，好开心。有，没有？你没有。鴨川シーワールドの駐車場見に来ました。海の見える駐車場だね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在千叶鸭川的一个休息站，然后他们因为千叶产花生，他们这边就有一个叫做花生猫ピーナッツ的吉祥物。ピーナッツ，大家觉得可爱吗？我是觉得有点诡异，它就长得像一个花生。はい、やっと今日の二番目のスポット参りました。今朝の綺麗な夕日を。嗯，东京在这边，然后呢，千叶就是这一块。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子来的。然
后，我们现在呢就是在这个千叶的最南边，而且呢这么个灯塔，所以呢就是一个鹅銮鼻的概念。在这个海边有一个鸟居，很漂亮哎，哇，可爱。然后里面呢就有一个小小小小的神社。我们在海边，很漂亮哎，这个夕阳。整个呢今天安排的饭店就是这一间南海庄，好像说早餐跟晚餐都是自助餐，好，非常适合爱吃的我。我们的房间，哇，すごい，ね，哇，一个无敌海景哎，哇，きれい，ちょうど夕日が見れる，刚好可以看夕阳哎，すごい，めっちゃいいとこだね。すごいね。よ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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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现在的天妇罗虾子，然后这边还有现烤现煎的牛排，我觉得蛮有诚意的耶。嗯，而且他还会就在这边再拿一个杯子，是他以前在饭店打工习得的才能。哇，超豪华的自助餐，有自己做的海鲜冻，然后甜不辣牛排，然后我超爱的薯条，然后还可以自己做小火锅，自己烤海鲜。那你？那我的那个嘛。哦吼，好，整个装的的确是有点漂亮。哎，还有这种炊饭。めっちゃいいね。いただきます。乾杯。谢谢你。啊。そして、妊婦ですか？哇塞，整个吃到，哇塞，すごいですね。哇。现在已经泡完温泉，吃完晚餐了。然后因为这个饭店这边他们有桌球，所以我要来跟整个一决胜负。然后通常日本的旅馆都会在你吃饭的期间呢，帮你把床铺好。啊，ふかふか。好软绵绵的感觉，赞哦！いいね。